为什么我的简历被退回来了？是不是你让人干的？是，不是，姐啊，你这是滥用职权，你知道吗？你凭什么这么干啊？这件事没得商量。为什么非要进锦华啊？我就是想证明爸爸都不是个坏人。傻不傻？进了锦华就能证明了？我现在是不能啊，可是以后我要是成了首席研究员，我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我是凭着我自己的本事。爸当年创办鼎华，不也是凭借自己的本事吗？我就想告诉他们，爸爸不是坏人，他做了错事，他也不是个坏人。我以为你生我气了呢，怎么会？那天我喝多了。啊，那不说这个了。哎，我店里上了新品，请你免费试吃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已经约了人谈事。嗯，那行，在里面等吧。嗯。今天喝点什么呢？不喝酒了。行，那我看着给你安排。嗯。你先坐着啊。嗯。我自己来，谢谢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有预定吗？马总，这儿。第一次来这儿，啊，对。我今天叫你来呢，是有一件私事，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这太客气了，你有什么事直接吩咐就行了。这是我们的前菜，主菜待会儿就上啊。啊，谢谢。周烈，这是我们公司人事部主管马少，这是我的好闺蜜周烈，也是这家店的店主。哦，马总好。周老板，幸会。好了，别打马总主意。那你们先慢慢吃啊。他就这样，见人帅哥又走不动道。马上是这样，我想请你帮我把苗璐再招进来。改主意了？最近我家里接连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应该也都知道。嗯，我在公司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，你也都看在眼里。我之所以不想让苗璐进鼎华，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怕她来了受欺负。苗总，虽然说我是一个外人，不方便多说什么，但是您对这个妹妹，是不是保护欲过度了？你说的对。所以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愿。明白了。这个被拒绝的人再招回来，确实违反了公司的规定。这样吧，我想办法，看怎么绕一下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的新品，尝一下。谢谢。你要不一起吧？嗯。方便吗？我没问题啊。这是我的荣幸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应该快3年了吧？已经3年了，这你都不记得了？
哎，周老板，你是怎么跟我们苗总认识的？这马总这话有点奇怪啊。我就是觉得好奇，你们俩完全就不属于一种风格。怎么就两种风格了呢？哎，你这是对我有意见呢，还是对你们苗总有意见？不敢不敢，我的意思是啊，你们两个各不迁就。哦，要不你们俩加个微信吧，以后有工作聚餐什么的，还能过来照顾照顾我这闺蜜的生意啊。好啊，你方便吗 ？OK 啊。菲菲，嗯，周末约个电影呗。这个我没法保证，要不你联系我。就你最忙。那马总多来照顾我生意啊。没问题。那走了。好，不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回家吗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路边打个车就行了。别客气，正好聊点事儿。走吧。太谢谢你了，真的。不用那么客气，应该的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爸，我回来了啊！哎，快来！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哎呀呀呀！你刚错过一个好球！真的吗？哎，非常精彩！对，就他，就他。哇！怎么样？小橘子，哎，刚才谁送你回来的？啊，是苗总。好，我说呢，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哎，嗯，你跟他现在关系走得这么近呐？啊，这不挺好吗？你刚进公司不久啊，各个部门领导这关系啊。都要维持好，这我知道。哎呀，儿子，我要跟你说，啊，你稍微注意着点儿。苗飞的未婚夫刚去世没多久，你说你跟他走那么近干什么呀？就是被你们公司的人看见，不得说你闲话呀？再说了，苗总他们家的事还没查清楚呢，我怕你会受牵连。哎呦，是胡一平同志，你要真的没事的话，带上你的小袖标巡街去好吧？我没跟你说话。妈，您说那些我都懂，但是我们真的只是聊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，真的。哎呦，你呀，你不懂。我，苗总他现在下来了，你跟他女儿关系走那么近干什么呀？你工作上跟谁近一点那无所谓，但生活上必须要划清界限。哎呀，我说哪有你这么教育儿子的，真是。我怎么说，我也是在单位工作了一辈子的人，我什么破事没见过呀？你一个跑个体户，你瞎插什么嘴呀？妈，知道了，您说的都对，我以后啊全听您的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我说马俊海，你说你这一天天你能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吃完饭就不能正好收拾一下，非得等着我每天回来弄是吗？进了，哎，我一直跟你说话吗？不是，你爸这真是。安安，嗯，你要是忙的话，这两天就不用变着花样陪妈妈吃饭了。
我看你最近气色不好，好像挺累的样子。妈，我真不累，你就别担心我了。我跟叔叔啊，我能多吃了两碗去。您看我这吃的多的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可是我已经恢复了，而且平时也有你王叔叔陪着我呢。你就忙你的去吧。妈，我要真忙起来，我肯定不跟您客气，而且也不能一直麻烦王叔叔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给我一个你家地址吧。你要我家地址干嘛？阿姨出院，我也不能去看她。想买点礼物，祝阿姨早日康复。怎么，你不怕有人发现你快递东西给我，小心暴露？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处理的，不会有人知道是我买的。那也不行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能接受。我是给你妈买的，又不是给你，你怎么能替她做主呢？阿姨肯定喜欢。真够贫的。谁又跟你贫了？一个特别轴的同事。怎么了？他知道您生病了，又不方便来看您，非说要给您买礼物。我说不用了，他就说我又不是您，怎么能代替您呢？你说是不是特别轴这个人？这么关心我呀？是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男的？平时是不是挺照顾你的？大家都是同事，互相照顾。那我生病的事儿是你告诉他的？嗯。你平时不喜欢把咱们家的事跟别人说的，怎么我生病的事儿你就跟他讲啊？我们这话赶话聊到那儿了。我觉得呀，你们这同事说的对，你不可以替我做主。这礼物我收下了。你代我谢谢他，说我很高兴。我妈让我谢谢你，说她很高兴。发了。喂，杜蒙。10年前的案子，我又搜集了一些资料，给你发过去了。这么快啊？效率不错呀，你。那当然，不能给我们双情局丢人。这个案子时间长了，线索也少，我们得仔细的梳理信息。专案组这边也比较忙，只能利用休息时间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别跟我客气，我可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静姐跟案子。你抓紧看，看完了咱俩好汇总一下疑点。好，我这就看。您好，苗总。哦，这么多？可不是嘛，刑侦中心3年的材料，这也就不到1/10吧。好，谢谢了，我看完给您送过去。苗总，您这是要查什么呀？核查一些东西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嗨，还不如交给我们财务中心帮您处理呢。您这要查到什么时候啊？没事儿，我自己来。好的，苗总，没事儿我就先走了。行，嗯，再见。终于肯理我了。
姐，我今天是来面试的。坐吧。马总给你打电话啦。嗯。从小到大，你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如愿过。爸的事儿，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讲，记住了。嗯。迟早有一天，他们都会知道爸的事儿。鼎华是爸一手创建的，咱们俩作为他的女儿，到时候一定得挑起大梁来给爸争口气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，平时你一直都在学校里，没有踏入过社会。我跟爸聊起公司的事情，你总会嫌我们烦，说我们想的太多，说我们老把别人往坏的方向想。但是你既然要来工作了，你就一定要知道，职场上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都明白，姐，你快吃吧，一会儿汉堡该凉了。你好，周老板，你好。马总这么快就来照顾我生意了？那当然，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位是程雷，陈工。这位是这儿的老板，叫周烈。啊，你好。陈工好。幸会。行了，你忙你的吧，不用管我们。行，那你们随便坐啊。这个我来一份。啊，今天我请。不用，今天我请客。这个牛排来两份。有这个，啊，就这些啊。好的，帮我们快一点。嗯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找我？哎呀，看来还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。确实有事儿。咱们技术部不是新招了一批人吗？有一个人比较特殊。谁？苗总的妹妹苗璐，这刚大学毕业。而且学的又是材料学的相关专业，你说他来应聘，而且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，我肯定得把他招进来啊。挺好的，学材料学的女生非常少见。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为什么找你啊？啊？你说这苗璐要来了，这庞总的人会怎么对他呀？你担心他会被排挤？嗯。而且邹教授那人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管这事儿。这于浩然又是庞总的人，所以我只能来找你帮忙。你们俩是情侣吗？什么情侣啊？当然不是了。我就问一下，那你为什么拉着我在苗总那儿站队呢？我不喜欢搞公司内斗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觉得，人家苗总家里面经历了这么多状况，小苗总啊确实挺不容易的。这苗璐又是初来乍到的，你到时候啊，你就多帮忙，多操操心。嗯。哎，你见过苗璐没有？没有。长挺好看的。哦。陈白优，这是成功第一次来，小店送你们一道菜。哟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周老板还真是贴心啊。应该的。我这呢是有一点事儿，想要拜托一下我们马总。没事，你说。我这儿不是新换了菜单吗？想要搞点宣传，你的人脉关系网这么广，帮我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人呗。行，没问题。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工作，到时候我替你问问他。太好了，如果这事儿成了，我请你吃饭。哎呀，客气了。来，大家去开例会了，一会儿你能见到他们。嗯，以后你坐这儿。谢谢陈工。你刚刚入职，对于我们近期要做的工作有大致的了解吗？嗯，我大概知道要做什么。哦，那你说说看。现在不是有一个新的产品要上市吗？我们要把最后的数据全部核算一遍。嗯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。嗯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。嗯。但是也不要大意，这个工作就是需要极其的细致。这是近期需要你核算的数据。嗯。啊，每一个人啊拿到的数据片段是不一样的，一定保管好了，谁丢了谁负责。嗯嗯，知道了。哦，成功，像数据核算这种工作，为什么会招这么多人啊？把数据分成这么多片段，是不是效率有点太低了？嗯，这也是为了
安全起见考虑。哦，我就是怕数据分成那么多段不好核算。没事，你先不用担心这个，你把手头的工作做好，到最后呢，那个整合复查的工作由我和另外一个工程师来完成。嗯，那个你先熟悉一下环境，我去开例会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就这样啊。这是鼎华整个年度最重要的项目，大家都知道，为了这个项目成功上市，我们搭进去了人力、物力、资金，可以说把所有的精力全都压上去了。一旦上市，往大了说，将改变医疗器械的市场格局，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。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，就差临门一脚了，对吧，左教授？是。但是与此同时呢，研发这个项目的时间过长，公司是有压力的，而且股东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要确保这个项目万无一失，对吧？这个项目在上市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要早做打算。比如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，有哪些潜在的不安因素，如何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对吧？都要早早的做出相关的应急方案来。林总，我可以领头负责做这个方案，可能需要研发部的配合。邹教授，我没意见。那好，那这个项目就由苗总来负责。下一议题，邹教授，您自己来跟大家说一下吧。我的那个人工合成技术项目啊，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了。之前呢，由于保密原则，一切实验啊、核算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。现在不行了，工作量太大，我需要提一个特别助理上来，来帮助我完成一部分工作。需要公司给他一定的知情权，让他尽快的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，而且越快越好。那您有人选吗？我听公司的安排，只要业务过硬，安全可靠就行了。庞总，我觉得这个人选要从研发部门内部来挑选比较合适吧。我同意。就由马总来负责吧。我没意见，我都行。好，那马总，请尽快来处理这些事情。没问题。哎，胡阿姨。小安呐，哎呦，来，我帮你。不是，我自己拿的东西。哎呀，没事，搭搭手的事儿。谢阿姨，你车在哪儿？那边。哦哦，好。阿姨啊，您这又在执勤呢？哎呀，不是，我就出来瞎溜达溜达。哎，阿姨，我这还是要谢谢您呢。上次多亏了您把我妈妈送进医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所以说呀，咱们多有缘分呐，是吧？我妈妈也是要当面谢谢您呢，不如看您下次什么时候有时间，请您吃饭。好啊，好啊。嗯、哎，那个小安，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你下次吃饭的时候把你男朋友也带上，阿姨帮你参谋参谋。我没有男朋友呢。啊？你没有男朋友啊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不用你请阿姨，阿姨请你。其实我昨天啊，跟马上还念叨你来着呢，他特别想跟你叙叙旧，可是就是因为他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我这今天肯定不行，我等一下还要回去开个会，下次吧，我肯定给您打电话约您时间。哎，行行行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。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行行行，阿姨再见。好好好，哎，您回去吧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开车慢点啊。哎哎哎，好嘞。哎，再见再见。慢点开！抱歉，我来晚了。你这头一回啊，居然还迟到了。一会儿跟你说个事儿。先聊正事儿吧。马少，你那边进展怎么样？我这边是没什么进展，倒是有个麻烦。
苗飞可能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。他怎么怀疑你了？最近几次谈话，他总是有意无意的试探我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居然主动把周恋介绍给我认识。我觉得苗飞这次怀疑你，可能是跟我的工作失误有关。之前我找苗飞问话，我让他提供一些讯息，有没有值得怀疑的人。他跟我说他怀疑你，我当时想都没想。静姐，这明明是我的失误，是我嘴快了，直接跟他说不用怀疑你。虽然我也说了，我们调查过你了，但是苗飞挺敏锐的，估计他已经猜出什么了。马上，这个事儿对你的处境影响大吗？如果严重的话，我主动找宋局汇报。这确实是个隐患，以后我在他面前说话还得注意点。还是先说一下周恋吧。为什么苗飞对周恋的态度现在完全反过来了？对于苗飞来说呢，他刚刚失去了自己的未婚夫，他的父亲又被逮捕了，他在情感上可以寄托的人数急剧下降，他现在只有他的好闺蜜周恋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舍不得把周恋交出来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如果一旦有证据指明确实是周恋，苗飞应该可以果断处理，但一旦认证了周恋是在利用他出卖他，他自己也会受到巨大的打击，所以他这不是在保护周恋，他是在保护他自己。那这就说通了，理性的一面他认为周恋真的有问题，感性的一面他又不敢去承认，这两面一直在他心里拉锯，所以他选择了逃避。而我目前对他而言，有可能是国安人员，也有可能不是国安人员，他想利用我去接近周恋，好让他心安理得。但我这个判断太偏重个人心理因素了，所以我没有那么肯定。我觉得你可以安慰一下杜博，这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能解决的。他这个人我了解，安慰他没有用，还是等他自己想清楚吧。行吧。哎，你那有事儿告诉我吧。我来的路上碰见胡阿姨了。胡阿姨？我妈。她跟你说什么了？哎呀，我今天碰到胡阿姨以后呢，我就想跟她说，我说阿姨，谢谢您，我请您吃饭。那你妈妈就说啊，好啊，那你带着你的男朋友吧。我就顺口说，阿姨，我没有男朋友。我之前是想让她死心，所以跟她说你有男朋友。是是是，我也是说完了以后才意识到你以前说过。不好意思，我把事情搞砸了。其实也没关系，就算她知道你有男朋友，也还是让我追你，根本就没区别。还真香，好用心呢、啊。我得问问，这是谁送的？阿姨，您在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帮静静拿点换洗衣服，她抽不开身。忙，这每天都是这么忙。来，杜萌，你先坐，我去给他收拾几件衣服去。哎，麻烦您。阿姨，哎，这个安神茶的牌子挺好的，短时间内就能达到助眠效果，而且我记得还挺好喝的。你这孩子对这个还挺有研究的。哦，这是别人送给我的，我正愁着喝完了没得喝。哎，你知道在哪儿可以买到吗？哦，这我还真不太清楚，要不回头我给您查查。哦，不用不用，回头我自己查就行了。那我先走了，阿姨。哎，杜梦，我送一下你。啊，真不用了，阿姨。没事儿，我正好跟你有话说。哎，
杜马，你们最近是不是进新同事了？没有啊。哦，这样啊。怎么了，阿姨？啊，没事儿。安静跟我说，最近你们有一个同事挺照顾他的，我就是问问你，也希望能够谢谢人家。阿姨，静姐人缘好，大家都喜欢她，都挺照顾她。你这孩子啊，就会讨阿姨喜欢。那正好，阿姨问你一些问题，你要诚实的回答，好吗？您问。你们这个岗位，天天又忙又累，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，你考虑过调岗吗？没有。既然当初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应该有的责任。打住。其实吧，不管再忙，都觉得有意义，心里高兴。哎，你们最近办的案子是不是挺棘手的？这个我知道不能问，你就告诉我，危险不危险？不危险，不危险。敷衍我。阿姨，您要说一点都不危险，那不可能。但是您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静姐出事的。那正好，阿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。阿姨，您说。安静虽然要强，可怎么说也是个女孩子，年纪也不小了，这么多年连个恋爱也没谈，说起来也是阿姨拖累了她。可这么下去总不是个办法，至少阿姨希望有个人能够在她身边保护她。她这个工作啊，得罪了那么多的人，阿姨觉都睡不好，一直担心她。阿姨您放心，这不有我吗？你？你能24小时保护他呀？阿姨，您不会是想拜托我？不拜托你，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您这个有点太突然了。安静跟我说过，他最看重和认可的就是你了。阿姨，您没准误会他的意思了呢，他可能说的是工作呢。那要不然呢？啊，反正你得帮阿姨这个忙，说服安静调离侦查科。哎，阿姨，他是科长，我就是个组长，这话我开口也不太合适啊，而且最后肯定要挨顿臭骂。我不跟你开玩笑，你想想平时安静都是怎么帮助你的。不管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家庭，他都尽心尽力地帮你。我的家庭，反正你要是拿他当朋友的话，你就帮阿姨这个忙。我能够害他吗？这时间一天天的就过去了，转眼他就到阿姨这个年纪了，到那时候怎么办？还过现在的生活？人选好了，邹教授。关于给您招聘助理的事情，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。嗯，这件事呢，我们不能太着急，毕竟情况比较特殊，安全最重要。嗯，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从国家官方机构里挖一个好的技术员过来，这样比较保险。嗯，只要个人能力过关，安全方面你们来考核就行，关键是要尽快。明白了。我这两天就给您参考人选，邹教授，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马上，给邹教授找特别助理这件事情进展如何？这事我已经跟邹教授聊过了。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招聘在国家科研机构任职的人员，这样在安全和能力上都比较有保证。马上，你这个决定做的可有点草率啊。你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跟林总商量一下再执行啊？庞总，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，这不没来得及跟领导们汇报呢吗？你这没汇报就直接去找邹教授商量了，这前后顺序，哎，行吧，这个也不重要。但是说到安全问题，
你怎么就能保证从外面找一个人就比公司知根知底的员工更安全呢？这些年轻人都在邹教授手底下工作了那么多年了，难道也存在安全隐患吗？其实除了安全问题，我也担心他们一旦进行内部竞争，难免会有矛盾。你能想到这个，真的说明也真是用心了。但是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确实还是经验不足。内部竞争，不管谁上去谁下来，引发什么样的矛盾，但至少可以让公司所有员工看到自己努力工作，那是有上升空间的，对吗？你想，你空降一个人过来，顶替了他们该上升的位置，对吧？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那些年轻人，那咱这心不寒了吗？再有了，你凭什么就能保证外面的人没有问题呢？对不对？你要真有这样的识人能力，你大可以凑到我们这个位置上了。是这样的啊，马上，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呢，上升空间是一切活力的来源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支持庞总的看法。幸亏让你及时碰见，那庞总跟我说了，林总也已经决定了，这个事儿就是内部竞选。哎，我现在看你这个表情是有点志在必得的意思呢。当然了，你想想啊，论实力，在研发部我不比任何人差，对吧？论人脉，我跟杨哥你关系最好啊，你又是庞总最信任的。哎，等一会儿，这个，咱们现在又是朋友了是吧？啊，就平时就没见你这样呢。哎，一到喝酒买单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装醉啊？哎，别，杨哥，杨哥，啊，今天我请。这必须我请，说定了没有？说定了，定了。哎，我有个事儿啊，我得征询一下你的这个想法。什么事儿啊，杨哥？你问呐。你说这个苗璐最近在工作上表现怎么样？苗璐那活儿，谁干都一样，也没什么可说的。不过我听说啊，苗璐来应聘的时候被拒了，后来是马上单独面试才把她招进来。哦，就是苗飞跟马上打过招呼，让他走到后门。那我没这么说。哦，你没这么说。哎，你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程雷吧？算是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程雷跟马上走得特别近，跟苗璐也是。我怎么感觉他们现在这是要抱团的节奏呢？好像还真是。哎，姚小姐。老苗总是公司的创始人，小苗总是行政中心主管。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跑到这儿来做数据啊。哼，这专业对口嘛。苗璐，原来你是老板的女儿，真是深藏不露啊，怎么来做这样的事儿？对啊，就算鼎华管理层再难进，凭你们家的关系去别的公司当个小领导美滋滋啊。嗯，我爸跟我说，自己的路得自己走，做事要踏踏实实的，不能依靠他跟我姐的关系。这也太严厉了吧。苗璐，听说你爸已经很久没来公司了。我爸他退休了，来公司干嘛呀？那个聊得差不多了吧，我十分钟以后给你们小组发一个数据核算的任务，下班前必须要完成，到时候我来验收。数据核算的工作没别的，
就是细心，再细心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放心吧。那行，那这儿先交给你们，我们下班的时候见。你觉不觉得愚公还挺帅的？还行吧，我觉得成功看起来比较踏实。哪怕一生无名。